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。我们今天来看家族战哦，银狐之名，海之兵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之兵哦，他左下面切这个椰子，切得非常好，再切西瓜。我们今天这场对手跟我们算是要打一个，可能要打一个生死局，就看这场有没有赢。OK， 这边他吃平追术。OK， 对面这个速度好像不太快，我们感觉这场希望蛮大的。哎，他没吃到那个姻缘罩，没关系。不过这边是一个关键。这边如果碰到水球的话就乌鸦嘴直接送头 ,OK, 卡了一下、欸、不过对面好像也稍微卡住了一下，看起来好像还行。好，他这边不用吃那个风元素。OK, 他这边跳一下。到龙啊，对面又卡了一下，这样看起来是蛮有希望的。好，这场是混乱。然后他带寒冰卷轴，这个跟昨天带的是一样的东西。OK, 磨刀石。哎，又是跟昨天一样，哎，但是他这次买了一个水系精通，水系精通通起来。好，这个第一只是龙，学武林，速速出击，刀客，苦准备了两把，他副武器带这个风信鹤羽，有点亮。啊，这边是没有办法直接用大绝招的，啊，等一下，哦，哇、哦，对面用了这个。那个叫什么令咒盾，他直接给他破掉，他直接开了两个武器，直接把他破了。现在然后再开大绝，那令咒盾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发挥作用，伤害有点高啊，这单挑令咒盾完全没挡住。OK, 他这边苦无再按一下，哇，还没出图，差一点。不过对面的伤害好像蛮惨，好像对面好像没什么机会。我们把寒星用掉了。有点久，没关系，五秒后就可以出图。这把应该是胜券在握了。OK, 苦给他按下去出图。好，这边对面才打了 50% 的血量，看起来今天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再度拿下。这个卡牌，雷系精通，哇，这个人有点衰，连续两天都拿雷系精通。上去，传送门，吃云骨头。第二个传送门，一个字典。开滑掉下来275，再吃一个，哎呀啊，没事，捡了一个飞镖剑。好，他想要赶快把对手解决掉是吧，刚刚肯定不是15啊。 OK, 这边吃一个雷剑。好，对面直接送头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头目阵哈。哇塞，他出一个金宝箱给我，然后给我一个 SS 卷，结果是百鬼夜行路，我傻眼。来看最后一场十字穴落风，我们是已经赢定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一鹤落风一鹤，然后十字穴会怎么跑？跑起来，好，直接开滑，他贴地没有直接滑到满，滑了两次，但速度还是比对面快，漏了一个，然后他的这个漏两袋 ，OK, 他的被弄好了，喂，他这个跑的有点尴尬，是因为已经赢了吗？就开始这样子奇怪的跑法，好，前面的前袋没吃到，哦，这边进传送门直接抢一个速度出来。啊，只小输一点，但是钱比较没有跟上，但也没关系哦，撞了一下，还好一鹤是一个可以撞的人，一鹤撞起来还是没有伤害的 ，OK, 没有影响。哦，这个钱袋没有弄到啊，他带雷鸣剑诶，喂，怎么速度赢啊？见鬼了！跳起来，跳去，跳起来，好，先顺利抵达王，加200，595，看来没什么。哦，这场是混乱，所以他只买了这个。磨刀石，前面两张卡直接不带。OK, 然后上将翻滚，好，一波喷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会怎么打哈，他直接先放一个武器。OK, 喷出了三个小血鹤，然后直接开大绝。哦，对面是带勇气战鼓，对面直接勇气战鼓。OK, 那我们这伤害谁会赢呢？千啊，按到了鹤，又按到了五啊，又按到了。哇，爆砍一波，伤害这个小赢一点，哎，输了，抱歉，伤害是输了，不是小赢一点，这可能跟那个武器暴击之类有关呐、啊。我们的武器暴击，不对，还有战鼓，战鼓伤害比较高，很正常。好的，哎，可是我们还扣有武器没有用。哦，这边他的那个重云都是满的，哎呀，这个好像有点尴尬，他直接按武器，直接按磨刀石了。哦，看来磨刀石的效果可能还是比战鼓好一点，毕竟一鹤就是主打武器的，那这个重云。可以叠比较久，可以比较有 CP 值，啊，但还是差一点伤害，有点尴尬。
他会按雷鸣键吗？按的有点亏，为了抢这个出土，就下一只王就不能用了。捡一个强壮，滑滑滑，260，跳跳跳，行，赢蛮多的，看来这场应该还是有宝箱可以拿，希望是一个黄金宝箱，不要再百鬼夜行路了。哇塞，强，哇，这个操作牛逼啊，太帅了吧 ！OK， 这个寒冰卷轴。哦，我不敢下去了，不敢下去了，手有点抖。一笑的操作一直都是很帅气的。之前，韩星已经有了。之前，完了，群体应援照哪来的卡牌 ？OK， 应该还是有机会赢吧？哇，好抖，要炸寒冰了，要炸寒冰了。OK， 终于到王了，好紧张啊！这个人的操作，看得我好怕。好，他买了一个。可以让武器 CD 减少的卡片，用钱全部的钱去换武器 CD， 应该是有机会吧？除非对面有什么禁制卡之类的。好，直接开一个大绝招，再开一个咚咚咚咚咚冰起来。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王赶快一直冰住，水刀不丢哎、欸。哦，可能有空血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转一下，爆一下，水刀开丢。他大颗那个水刀没丢，哇塞，错嘞蛋啊！他有空啊，冰起来，冰起，哦，看起来不太妙呢，这个水刀，这个冰起来哦，好像时间不对，哇，魔刀石解锁。